大家好，现在为您介绍的是 Enjoy 教学软体减法小学堂的各种功能。减法介绍。减法的相关说明。减法概念。图示教学。应用图示来表达减法的概念。三减二等于一。入门学习。八减七等于一。答对喽。十减十。零。基础练习。太强了啦。可切换格式。进阶测验。太强了啦。太强了啦。我问你答，真人语音出题。第一题，四减一等于多少？请作答。答对喽。第二题，七十四减三十等于多少？请作答。应用问答。答对喽。小小画家提供小朋友一个自由创作的小天地。谢谢您的观赏。